起司、牛油果、番茄切粒、洋葱切丝，加上贝比菠菜及豆苗，如有橄榄更好。和意式黑醋跟出榨橄榄油比例可一比一，或随自己喜欢的酸度调整。上少量盐及黑椒即可。是不是看来还挺不错呢？之前过超市厚度不超过4厘米的普通牛排，心形用剪刀剪比刀更快更工整，我太用心剪，所以拍下。看电视听过没那反应，就是蛋白质与糖一起煮，部分焦糖化即产生其他化合物。煎牛排过要够热，看到出烟加奶油、牛油、蒜、 rosemary 香草，期间不断淋牛油上表面，之后加盐及黑椒。上表面，之后加盐及黑椒。